七楼不算。七十六号钟志成先生，欢迎也，是政府的各位长官，午安，大家好。一，报告人钟志成，为台北市新一个路段北侧，接近新一线的东延段 ，RS 站地主代表。曾于民国102年9月26日呈送请求书。其理由请参考附件一，啊，都市居委会的一个呈请意见的综合表。二，资金载体补充说明一下。捷运东延线、捷运新宇线现在东至上山站1年前通车，扩充建设比以前行云流水，繁荣延伸的商圈，发展经济，全国社会大众的赞誉。后说东延段，理应跟政府跟令人期待，为好市长的台北市政加值再加分。同样，东延段未一年的地方规划来共构建设，准征收。中台工业的五楼用地，可以引申到设计出一口，相邻一片的残破四楼工艺，未能及时配合市政建设100%绿化，徒留丑陋的市容，令人诟病。对东延线延伸经济发展伤害极深，延伸目前的基本希望感叹。一梦碎，一情绪势不可给回变，要错误的政策造成短期经历不可预料和补救。在此赶紧时刻，市政府相关单位进行慎重营运，发挥作具体特点，妥善挽救，使责任胜于呈现，因东延线的有益建设能够恢复完美，不要造成好市长半年期任期不可磨灭的污点。二，台北市政府2012年12月3日都市发展局的文书一附跟二说明是，至24站这次基地纳入连块范围之建议者，他24站这次的捷运用地范围提上参与复杂，包括有土体有建物，有土体无建物，有建物无土体，无土体无建物室内，至建物产权不完整，深思纠纷已40多年，因有无地无有的住户无法享有开发的利益，故严格反对开发。台北的建议是有日外难寻之处。以上事实如此，即使联合开发无法实施，但遇到困难，更要设法改变。建议采用以捷运共构无产权之问题，由地主与实施者双方相互允养，将无产权的住户享有部分的开发利益，房子被撤离，生态工业地主里长及里们各方协调，多年研究改革指导，尤其最近2-3个月四次座谈会，大致达成共识，以新建都跟同意书到80%，请市政府核准以这人的共构大楼公告文件，以这人就公平的以信贷度的可以银行办理信托，有效改革梯度与无产权的分配问题。三，本案的建筑物生产工艺，先生是不是我们后面就参与就按照好那这个陈先生王运浩情绪上欺负钱一汉毛一汉法陈淑慧挂警钟报告你钟志成报完毕奉献指示。